水见。好了好了。Thank you.
等一下，十来块，钱拿出来，十来块。你讲的，等我，后来。那你带去吧。你今天没带钱。我十号要去做彩，做那彩妆。哪里？快！快！快！哪里？看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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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夸张了，太好卖了。对，如果是在国外这个就是带开过来，对，像那个11月份李世友那个，然后他打羽球还在是跳，刚好月季的最后一场已经没有机会卖。对啊。那又说可以去台南的就卖光了。那也好啊，至少有卖光啊。然后不是买了吗？买了吗？一些鞋匠的，然后我要去订网，然后订到三万。哎，淘宝放卡面啊！他那个是以前各种形式出来买的，他类似那个什么有书书的。哎，这个签名一张10块钱。国际级音乐节，对，他第一个室内场。我那时候还特地的找了过去，就想问路上高声说，平常不是因为他要录我去过来是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过来，我过来是没有号召力的。想要跟他本人操作，我想说桌上的 CD 为什么一直换一换？他数量倒不多吧？二。剩下的其他人都上场就跟唐金玉打破一样。你买了吗？啊！你没有买吗？你确定？你要这边啊！你就跟你弟说你一个未来要读音乐班，我跟你我弟每天都被我骂，你知道你弟每次都在被苹果楼下练琴吗？超好笑，然后我们就说他一定是刚才又被骂找林彦远干嘛？他说自己抓吗？你自己抓，不然他自己抓，不然我抓。我很早。不是，好啊，你就抓嘛。不要，不然就，不然。你和我讲什么怪招？Thank you.
么多？啊、他就叫我。这也太多了，这还有下来。你们吹的超好，对不对？我等下就过去啊！我妈早就来了。我妈好丑啊！我妈六点半就来了。